世界对我们展露狰狞，然而我们活了下来，我们将温暖送进万家，我们治愈疾病，我们养育儿童。有人说我们违背了承诺，有人说我们背叛了兄弟，有人说我们叛离了神明。但正是我们，而非他们，带领大家走到现在。所有人今天的牺牲，终将换来明天的收获。